我们的承诺还算数吗？什么承诺？就是说你好了以后，我们就一直在一起，永远不分开的。 现在还是，你不要说这些。梅梅，我曹青是一个言出必行的人。我既然说了，就一定要做到。我现在只有一个要求，就是你答应嫁给我。 随手画下几组眉，把酒醉。